我要声明，这一款它虽然有附那个罩杯，但是它是真的是非常放飞的那种，只是遮点用的罩杯哦。因为它这个下围它是完完全全就是没有那个固定住的，对，它就是对，它就是两块这样子罩杯在这里，然后它是做假两件式的，感觉我好像穿了两件，就是一个细肩，然后这样露出来，可是其实没有，它是假两件的，然后露出这个绝对领域，你看它这样子。这样子是直接缝住，它只是多一块，加一点厚度，没错。然后你还是要穿自己的那个内衣，对不对？对，还是要穿自己的内衣。但是如果像你这样的话，要穿平口，对，因为它很边，很边，很边，很边。如果你要让这个线条干净一点的话，就要穿平口内衣，没错。对，但是今天很漂亮，它针织的，对，好漂亮。而且你看，我觉得今年的版型就都是这样子，圆弧圆弧，然后特别有抓皱，把你的腰身这样子拉起来，对，就要去穿紫色给大家看，对，真的看起来很好。而且它的罩杯就可以在夹自己替自己加料，对，自己加料就会看起来身材更好。来，它的下摆，它收边是就是没有明显的那种考克什么的，它就是很简单的收边，然后袖子小小飞飞的，然后是非常细致的那种针织，弹性对细致的针织，很舒服，对，弹性很好，细细的针织，然后它有一个紫色，如果你不要，你可以剪掉，把它剪掉，对，它其实缝的就是缝几个点而已，你不要的话，对对对，它就多这一块。我觉得就可以把它拆掉，真的，三个色，然后这边特别也有抓皱。